都停满了，那就随便停好了。先生，你这样停车违规哦。机车停放合法，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，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。另外，必须保持1.3公尺的行人空间，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。谢谢，拜谢。另外，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，警方会严格取缔。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，不可以将店面杂物、盆栽、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，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能够方便通行。